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是司马迁笔下关于春秋时期的一幅真实图景，而不久以后的战国时期情况则进一步恶化，王以猎土为重，国以战争为长，民以流浪为计。然而就在这山河凋敝、命悬一线的乱世，田野中飞出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它幻化成一位哲人，用翩翩起舞的思想为人们描述了一个山水旖旎、清静逍遥的精神世界。庄周梦蝶，就是说从前呢，庄子呢，他在梦里边梦到了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那么这只蝴蝶呢非常快乐的、非常愉快的这样的飞行着。过了一会儿呢，他醒了之后呢，发现自己还是一个躺在那里睡觉的一个庄周。那么他再进一步想，就是觉得那么到底是庄周梦到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呢？在现代人所写的庄子传记中，那一只名叫庄周的蝴蝶是如此的无忧无虑。它一会儿来到鲜花盛开的原野上，一会儿来到树木茂盛的山谷中。它与蜜蜂说话，它与水鸟赛跑，它蹲在猴子的头顶上嬉戏，它躺在榆树叶上睡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怎么样达成一种自由，外部的现实不是非常容易，不是人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你没办法改变自然，你甚至也没办法改变那个一个政治的环境等等。梦境和人生，那么它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物化的，它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梦境，日后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具审美意义的一道风景。据史学家分析，庄子极可能是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后裔，父辈未必战乱迁居宋国蒙地，也就是今天河南民权县的东北部。公元前369年，庄周出生在蒙泽村，他的出生让冷血的战国多了一丝温情。战国初期的宋国崇尚儒学，庄子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他的老师是当时宋国最著名的学者，同窗好友中有后来出任魏国宰相的惠施。少年时期的庄子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庄子15岁入学，在这个孟子学堂读了5年书，原来读的都是五经四史等儒家学说，但是呢他经常逃学，他就是来到这个孟子湖畔，在那个大自然的风光里既享受那种逍遥的生活。在庄周生活的年代，精通儒术、辅佐王侯、出将入相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然而庄子却不愿意把心思全部放到学习儒术上。那么他喜欢的又是什么呢？庄子这部书呢，它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这么一个著作，它经常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像一飞就可以飞到几千里，然后那个脊背，它的背也是有几千里那么扩大的鲲鹏，像这样的，或者说是那种两岸之间都看不到对岸的浩大的秋水。这其实也是表现了他的一种胸怀和他的一种气魄，
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他强调的人生还有他的思想都是无边际的。庄子生活的年代距离孔子去世已经有120多年，虽然孔子的学说在表面上仍然受到大家的尊崇，但是实际上战国社会已经是礼崩乐坏，现实中根本看不到贤君和仁政，不怀好意的野心家充斥于各国的庙堂之上，阴谋与强暴，扩张与掠夺，愈演愈烈。严酷的社会现实让庄子无法沉溺于山光水色，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那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亦存焉。就是说一个衣服上，就是一个偷了衣服上的带钩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的人呢，那么他可能犯了就是偷盗罪，会被判决这样，他因此而丧失生命。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把整个国家都偷去了，他反而是可以很心安理得的在那里做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土地上的管理者，做着君主。那么一般的思想家在当时呢，其他学派他们是批判到这儿就为止了。庄子他的不同在于他更进一步的说，那么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亦存焉，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仅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窃取了整个的国家，那么并且呢，那么他们还获得了仁义的这样的名声，他们窃取了国家，那么他们也把仁义窃取了，把仁义来作为他们这管理国家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装饰。高居庙堂之上的王侯将相与流寇盗贼居然没有什么两样，这个现实让庄子对儒术失去了最起码的好感。在庄子的眼里，儒家提倡的种种观点与理想已经沦为阴谋者欺世盗名的手段和野心家爬上显赫之位的梯子。因此在庄子一书中就有了盗直怒斥孔丘这样一篇著名的文章。盗直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大盗，他的哥哥呢是柳下惠，孔子呢替他的哥哥，替那个盗直的哥哥柳下惠呢去劝说这个盗直，让他放弃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就是改恶从善的这个样子。盗直呢他就对孔子呢进行反驳，盗直呢就认为，那么汤武以来呢，这些臣子们就开始来反抗他们的这个君主，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所以就对传统上历史上肯定的那些赞赏的这样的人和行为，这些圣贤人物呢，他给予了否定。孔子提倡的要追求功名啊，要行仁义啊等等，道直呢最后他就说，人的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他的嘴呢嘴巴是要用来吃好吃的东西的等等的，就是这是人的天然的本性，那么人生呢就应该顺应这种本性而不是相反。孔子那么他就理屈词穷的，然后就离开了。纵情于山水的庄子崇尚的是自然之道，他的思想与道法自然的老子一脉相承，而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恰巧就在离庄子的家乡不远的地方。老子生于楚国古县，就是现在河南的鲁邑县。庄子生于孟寨，属于宋国。这两个国家楚国和宋国仅仅地域相连，人气相同，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也有着民间的共同的风俗，因此这个庄子比较信仰老子。传说庄子曾数次光顾老子的家乡，目的似乎也只有一个，领悟老子的思想，追忆老子的风采。老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了庄子，他由衷地体会到融入自然万物的快乐。
有一天，庄子和同窗好友惠施在河边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鱼说：“你看，这条鱼悠然自得的样子，这是多么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几年以后，庄子打算到楚国和越国远游，而他的同学兼好友惠施则要到魏国去入室求官，两个人就此分手。在庄子去往楚国的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庄周他有一天呢，在路上见到一个那个书里叫独楼，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进到他的梦里边。这个骷髅呢，表现得非常的忧愁地跟他说：“你要活着，你要对你的父母啊、子女啊等等的认识的人呢、各种各样的人，你要跟他们要发生很多关联。人生是一件让人很烦心的、很这个劳累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那么我死了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我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很自然的这样的生活着。那么最后庄子领悟到，死了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以至于这个骷髅他不愿意为了人生的负累呢而重新的活过来。连绵不休的征战与杀伐，让多少青春化为白发，又令多少征夫变成白骨。生逢乱世，人活着就是一种苦难，似乎只有死了才能得到平静与解脱。这就是庄子对眼前世界的真实描绘。传说在这次游历楚越的行程中，庄子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位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一天，他来到一条河边，看见那一条船，船上坐着六个人，一个老船夫，五位青年，四位男青年，一位女青年。啊，不一会儿，女青年掉进了河里。这个时候庄子跳进来河里去救这个女子，在这同时船上的四名青年也跳下了河去救这个女子。因为庄子有一手好的游泳技术，他因为他原来在居在蒙在湖畔经常游泳，结果他先把这个女子救到岸上来。老船夫说：“庄周啊，我对你说吧，我们这个越国的结婚规矩、婚姻规矩跟你们中原不同。这个越国这个姑娘相中了几位青年，啊，都得采取刚才那种方法，谁先救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就谁的妻子。啊，那你先救了她的，救了她，那就是你的妻子。”几年以后，娶了越女做妻子的庄子回到了故乡蒙泽，他们相濡以沫，过着清苦但却自由自在的生活。宋国的国君听说他的国家一个大书文家庄周家政非常困难，他就派车给周送了一车粮食，交药裹食，送到了庄周的门前。庄子说：“我情愿继续钓鱼，编辑我的草鞋去卖，养家糊口，我也不要这些粮食，你赶紧拉走吧。”就在此时，久仰庄子贤明的楚王也派来了使者，邀请庄周到楚国去做官。楚国的君主听说他很贤能，然后就派人来请他，然后这个并且许给他这个做卿相的这个位置。那么他就跟楚王派来的使者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准备做祭祀用的那个牛吗？
然后养了他好几年，并且给他披上绣着花纹的丝织品，然后把他牵到庙里边去，然后就是把他来作为牺牲用，把他宰杀了。我可不想做那头被用来祭祀用的生牛，我宁愿做一头孤独的小猪，我在一个小泥巴沟里边打着滚，非常快乐的这样的生活，我宁愿如此。然后他就把这个使者赶走了。庄子比较豪放，就是咱们讲的拿得起放得下，这事情啊，对名利看得比较淡，对名利看得比较淡，但是对民众非常关心，就咱现在讲的比较亲民。种田、钓鱼、编草鞋，尽管庄子每天的生活内容重复而又单调，但是他觉得这种日子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直到有一天，在魏国为相多年的惠施突然狼狈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惠施到了魏国，魏文王命他为国相，隔了好几天，这张仪来到了魏国，传说魏文王免去了惠施的国相职务，并叫张仪准备杀害他。他先到楚国，楚国楚威王不信任他，又把他赶往了宋国，宋国国王也不信任他，这才回到了他老家孟宅村。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庄子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好友惠施。惠施告诉庄子，自己怎样被张仪用诡计逐出了魏国，又怎样被楚王像踢皮球一样踢到了宋国，又怎样被宋军冷落。说到最后，惠施语音嘶哑，黯然神伤。惠施到魏国当宰相之前，跟庄子有一次辩论，我要到魏国去当宰相了。庄子说，将来魏国出了力流了汗，叫你落了浑身，不落什么东西，叫你来浪浪藏藏的回到我们的故里。此时的庄子和惠施都已年过五旬，回首往事，两个人都感慨不已。在庄子的斗室里，惠施一边吃着庄子钓的鱼，一边倾听着庄子的数落。庄子说，看看你自己，50多岁的人就已两鬓霜白，面带灰气，上天赋予你人的躯体，你却为了那些无谓的名利争斗而劳精费神，消耗生命，你对得起上天吗？惠施抬头看看剑郎依旧的庄周，再想想仕途失意的自己，不禁怅然若失。庄子认为，人生在世，应该既不逃世，也不冒进，应该由安而顺，由顺而由，最后达到逍遥的大通之境。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放弃永无休止的物欲，回到生性自然的状态中去。他的思想是逍遥自然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厌烦入世啊，就是当官，不愿意你当官。对生与死，他的看法比较洒脱。庄子用他的一生体认了这一点，但是极度清苦的生活也让庄子陷入了窘境。由于操劳过度，他的妻子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最终离他而去。那么相传呢，就是庄子他的妻子死了之后呢，他就坐在地上呢，敲了一个瓦童呢，在那里发出一些类似于歌唱一样的这样的声音。然后那么他的
朋友会失去调剂呢，就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他跟你是这个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然后他死了之后你应该悲哀才是，然后你怎么会这么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高兴的，然后不哭反而是这样不哭而歌呢？那么庄子呢，那么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那么就是他的妻子死了之后是他的生命结束了，那么他的活着的这样的这个负累呢，也就到此终结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呢，并不是悲哀的事情，反而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就是一种他对人生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觉知。在庄子看来，身处混乱不堪的战国时代，活着已经十分不易，死了，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就在庄子的妻子离开他不久，那个仕途劳顿、人生失意的惠施也不幸夭亡，先庄子而去，这更加重了庄子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庄子在惠施死了之后，心境闷闷不乐，非常难过。一天他领着他的弟子叫林切，我得去祭奠我的老友惠子，咱俩一起去吧。结果一路上不吭一声，来到了惠子的坟前，连叩了几个头，一句话没说。在惠施的墓前，庄子久久矗立，若有所思。弟子吝切问他：“老师，自从惠先生去世以后，您几乎不怎么讲话了，这是为什么呢？”庄子说：“从前呢，有一个楚国人呢，他的鼻子上面呢沾了一点白土，白垩土。这个楚国人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木匠，叫做石的匠石，叫做石的这个木匠呢，他就抡起斧子来，呼呼呼的抡起一把斧子来之后，运筋成风，然后就把他那个鼻尖上的那一点点像苍蝇翅膀一样微薄的这个白土呢，一个小土点给他砍去了。”那么他的鼻子呢毫发未损，并且这个楚国人呢他还从容自若的，然后这个神态自若。这个后来宋元经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他就跟这个叫做石的这个名字叫石的这个木匠说呢，说你也给我做来这么一下子吧，我也想试一试。那么这个石呢就说，他说呢，那么我的那个对手啊，能够作为我的对手的那个人呢，他已经不在了，已经死去好久了。庄子给吝切讲完这样一个故事以后，缓缓地说道：“自从惠施死后，我言谈的对象就没有了，我又何须再开口呢？知音已死，情有何用？”公元前286年。对自然之道苦苦追求了一生的庄子，停止了他那如蝴蝶一般翩然舞动的一生。他的弟子们以天为棺，以日月为壁，将他简葬于蒙泽湖畔的田园风光之上。庄子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庄子》，千百年来，那些言辞瑰丽的哲学寓言已经广为人知。2000多年过去了，蝴蝶依旧在田园上自由飞舞，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蝴蝶是庄周吗？庄周是蝴蝶吗？或许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